各位小金们大家好，我是 KN 阿金啊。今天呢又来到了我们的小富偷车，那顺便说给新观众听一下，我们的小富呢在洛圣都是一个专业的偷车手，靠着偷车为生，把小富他家原本只有两层楼有没有改成这样子四层楼，然后可以停更多更多的车子。那上礼拜呢偷了这个猛毒的三台车子，有这一台 R3， 然后有他这个猛毒的大嘴巴，然后第二台就是配色很像猛毒身上的那种花纹，但是有点看不懂他的这个几何图形，然后第三台呢可以清晰的看见这个猛毒男主角的脸啊。这时呢我们就必须说到猛毒这个角色。猛毒呢他原本是一个普通的机械师，但是呢再一次的意外中呢碰到了一种外星的物质，而这个神秘的化学物质呢让他变得像这样子的怪物，拥有了超强的力量和强大的这个敏捷性啊，但同时也让他性情大变，变成非常的暴躁。所以呢他发现了他自己的三台车子被偷，他利用自己的力量开始寻找这个偷他车的人。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必须先找到偷我的车到底是谁。我目前只有一个线索呢，先去那个帮派分子那边，因为那边的消息最多，我们直接让荡秋千过去。这就是猛毒厉害的地方，他跟蜘蛛人长得87%像啊，而且他可以在没有高楼的地方伸出这个蜘蛛丝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伸出来的。我记得帮派分子的家就在这附近，我们好像快到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，然后左转就是帮派分子的大本营。想必有偷车的事件的话，一定就是这边人所为啊！来跟你们打听一下，你们知道最近有谁一直在偷吃？不然我就把你给吃掉！什么？你说你要把我给吃掉？我才不相信呢！哇嘞，这个人他没有见过世面啊！为了防止我的影片等一下被黄标，我直接让他消失啊！好啦，这个男的已经被我吃下去了，现在换这个。你知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人偷车？这个我不知道啊。所以你真的会吃人哦？废话，不然我怎么叫做猛毒帅？不过既然你不知道的话，我就先把你带走当食物好了。总是路上要留着一包当零食嘛，对不对？合情合理啊。哦，系统跳提示，他说我饿了。哇嘞，我残血啊，非常的饿，非常的虚弱。好，我现在把刚才那个吃掉。他们直接枪战啊，看来你们真的活得不耐烦了。来吃我这一招，你也是隔着铁笼打你。来，再一个啊！我怎么被通缉？哦，这狗狗不能打，狗狗打下去的话，这个动保协会要来客诉我啦。可恶，没想到来到这边要不到情报。我知道另外一边有一种绿色帮派，这边是紫色帮派嘛。我们去绿色帮派那边打听一下消息。我们先躲警星哦，真的很麻烦呢。我只是吃掉了两个人，就被通缉，太夸张了。来，你知不知道最近有没有人在偷车？不然你……我肚子又饿了，不好意思，先借我吃一下。好，我把它吃掉了，没问题。来，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人在偷车？他拿枪哇塞，他认真。我在问问题，你直接拿枪，太夸张了吧？好，
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比较愿意讲的。来，你知不知道有了没有人在偷车？他一直在讲电话。大哥，听我讲一下话好不好？哦，你是大姐啊，来说，最近有没有人在偷车？不然你就得GG了。我说，我知道最近有一个叫做小富的一直在偷车啊，有可能是他。好，那他住在哪里？他住在这个洛圣都北边的豪宅区啊，你可以去那边看看。北边的豪宅区，那他应该很有钱哦。好，放你一条生路啊！我也不是这么不讲理的人啊。来，走走走走，我们直接去北边看看，到底是何许人也，敢偷我的车啊！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们直接荡过去，再走。哎呦，这个蜘蛛丝的控制也是要练一下的、啊，不是一般人学都会的、啊，好不好？有没有？这个漂移非常的顺畅，好像没有很顺。走了走了走了，我嘞。有人传讯息来跟我讲说，有一个黑黑的怪物要来追杀我。我嘞，黑黑的怪物，那不就是猛毒？因为我上礼拜偷他的车啊，我现在已经把另外两台车拿去给卖掉，因为有一个邪恶的组织需要用到那一些车，我只留了一台而已啊。现在另外两台已经卖了一个好价钱出去了。有人要来追杀我，那我不是要先跑去躲一下？不过话说也奇怪，那个邪恶组织为什么需要这两台车子啊？来来来，我们必须先逃出去。来，我们走这边，走这边比较快，可以出去。哇嘞！没想到我要开始逃亡了，因为听说那个猛毒不好惹啊。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藏身之处，不然就GG了，对不对？我想一下，洛圣都哪里有可以藏人的地方啊？我觉得东部那边好像有几个地方，好像蛮适合逃难的啦，我是这样觉得啦。我们去那边看看，我记得要往这边走。哪里有枪战？应该不是追杀我的吧？然后听说这个猛毒有一些特殊能力，我还是要小心一点啊。他的特殊能力是什么、啊？会拿枪？会拿火箭筒吗？还是怎样？不太可能是会把别人给吃掉那一种特殊能力吧？哎呦，小心哦！这些路人，你们走路要看路啊！然后我印象中这边山上有一些工厂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躲在那个废弃工厂那边啊，这边上去，小心一点啊！我相信猛毒不太可能可以找到这个地方啊。有没有？这工厂是不是看起来很适合？然后找一下啊，可以躲人的地方，感觉这个地方是蛮好躲的啦。哎，我刚才又搜寻了一下，哎，我觉得这边更好躲，哎，这边有这个室内可以躲啊。看来我们只能暂时定居在这边了。我们把车子藏在草丛里面，这样子就不会被发现了吧？有没有？从外面看，根本就看不出来说那边有一台车啊。我就先躲在这附近，先避避风头啊，不然实在有一点危险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它是哪一间哦？听说是四层楼高啊，哪里有四层楼高的？这边其实高度都很矮啊。哦，我好像看到了，那边有一间看起来比较特殊的哦，就是这一间。这有四层楼吗？我看一下，好像有哎、欸。来来来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偷我的车的人叫小富是吧？来，我看一下我车有没有在里面。嗯，没车。看一下这边，也没车。那这边上面呢？这上面还有车吗？这上面也什么都没有。
怪了，然后下面有一个卧室，里面也没有人，难不成这个小妇直接给我跑走？太夸张了吧！他竟敢给我偷跑啊！然后这边好像是他旧的这个房间的样子，有没有？来，让我们看一下，我会爬窗户。嘿嘿嘿，哇嘞，他已经不在这边了，那我要去哪里找他啊？难不成去问警察吗？警察那边偷偷查查看好了，搞不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啊！警察局在哪里？警察局在这边。我进警察局会不会被通缉啊？算了，反正我这样子应该也不怕警察，是警察要怕我啊，对不对？不信我试给你看。嗨，警察安安，你想干嘛？你想活命的话就不要乱叫，不然我把你关在这里面哦。我们把他关进去，我们把他关进去，你就在这边给我好好待着，好不好？这边还有个警察，来，你给我过来。你还想要干嘛？来，你给我在里面待着。你们都好好待着，你也是，你很好，你很自动。好好好好，你们就在那边待着啊。哎，你确定你要对我开枪？你要劝呢、欸？哇嘞！叫你确定后，哦，哇塞！结束了，肚子有点饿，先吃一下好了。好了，吃完了，现在肚子非常的饱。可恶，我是要问情报啊！好了，我自己去查啦。看来他们不敢通缉我、欸，哎，也是所有警察都被我解决了，他们要通缉我也没办法。我这边查一下资料啊，小富，哎呦，之前曾经被逮捕过、欸，哎，在东边的一个废弃工厂里面。在那边被逮捕了，所以意思是说他逃生的话就会去那边。好好好，走走走，我们过去东边的废弃工厂，是不是？来了来了来了，你这个小妇，你在跑啊？敢偷我的车子？好、啊，看来这边工厂挺多的啊，我怎么知道是哪一间？只能一间一间找啊。肚子饿，肚子又饿了，先找个人补充一下零食吧。嗨，你知道你刚刚有看到一个叫小富的人吗？怎么没看到？那只能再见了。喵喵喵，好吃。来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他刚才好像有路过这边，但是他又开车走了。哦，是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好，放你走，放你走。有回答你就可以活命，没回答就像刚才那个人一样。来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哎呦，他该往这条路下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有回答。来，来，来，你下去，算你好运。然后我们要往哪边走啊？这边走是不是？这边看起来没有什么可以躲的地方啊，我们就稍微找找看吧。哎呦。前面有一些铁皮屋，想必我们的这个小妇就应该躲在那边吧。哦，这边待的有点无聊，我稍微出去看一下好了啦。这个猛毒到底有追过来吗？我在草丛这边应该是还蛮安全的，我们稍微观察一下远的地方。哎呦，那边有一个黑影哎、欸，这个不就是猛毒吗？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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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危险啊！我们先开车跑路喽！哎，走走走走走走！趁他还没发现我在哪里的时候，赶快开车先跑啊！应该是不会被他发现吧？哦，等一下，我被他发现了，完了，快跑！哎，这你的车啊！不要闹啊！喂，快，先跑先跑！等一下，太凶了吧！我先修一下这台车啊！不行不行，对，已经烧起来了，必须要有汽车修理工具，我才可以修这台车。这一台车已经如此的破烂，应该是没办法修了吧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载具怎么突然变成新的？不愧是猛毒的车啊！猛毒的车有再生的功能，
然后现在猛毒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我刚才被他揍一揍，他人就消失了。然后我们先跑，先跑。哎，那真的不是开玩笑哎、欸！赶快走，赶快走。我刚听到，哦、哎，哇塞，快，先闪！哇，他怎么一直用那个什么地裂招啊？哇、哦，哎，等一下，自从这一台车复原之后，受到攻击没有损伤哎、欸，他不知道还有没有在追哎、欸，哇嘞！这个猛毒有话好商量啊，不要一直这样子啊，不要一见面这样子会出人命啊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我们先往那个机场的方向那边走好了，他好像还在追我哎、欸、快快快快快，现在紧急啊，哦哦，哇塞，他直接把我神抓、啊，等一下，有话好商量啊！大哥，有话好商量啊！来，我就在这边听你说，你为什么要偷我的车子？让你死前呢讲一下遗言。哎、欸，大哥是这样子的哦，是有一个邪恶组织呢，叫我要去偷你的车啊，绝对不是我要偷的、啊，好不好？现在你的其他车啊，全部都在那个邪恶组织那边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需要偷你的车啊。那这个邪恶的组织叫什么名字？哎、欸，我记得是这个梅利威瑟啊。对啦，梅利威瑟啊。我看你的这个开车技巧不错，你就直接带我去这个梅利威瑟那边，不然你就得拘拘。哦哦，好好好吧，看来也只能这样，我才能活命啊。所以在这一次的战役当中呢，小富答应了这个猛毒去找梅利威瑟，他们两人之间达成和解。那他们下一集呢，会对抗这个犯罪组织，直接攻陷他们的秘密基地，到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请继续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得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